今天我们以平台的角度去思考，到底应该要给到哪一名卖家更多的流量？这么多千千万万个卖家，那作为平台，我怎么样去决定今天流量我要分给哪一个卖家？如果我是平台的话，我会更加的愿意呢，去把流量分给一些第一给我赚更多钱的卖家，第二更有潜质的卖家，第三评论好的卖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一些卖家呢，都能够让我的利润给最大化，所以作为平台的，我会更加愿意的把流量去分享给这一些卖家。那我们怎么样成为平台的宠儿呢？平台不管推出什么样的活动，例如说 free shipping, coin cashback, 或者是 Lazada bonus, 那我们尽有可能的去参加这一些类似的 campaign, 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我们把我们的转换率给做好，我们把我们的店铺布置给做好。那当潜在的买家进到我们店铺的时候呢，他们会有更加大的信心呢去购买我们的产品，从而我们在平台上面的转换率，从而会提升，给到平台信心，让他注入更多的流量来到我们的店铺。想要成为电商大神的朋友们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关注我的频道。我的名字叫 Beyond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